窗口不能对人，这是规矩。上着保险呢，干嘛这么厉害？我不是吓你，这跟保险没关系，这是你死我活的问题。当兵的发现对着自己的枪口，出枪躲闪击发，在同一瞬间完成，谁快谁能活命。你说你开这种玩笑，让自己人打死了冤不冤？我没想这么多。为了避免误会，尤其不能拿枪口对着自己人，否则打死白打，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以后再不会了。